骚扰他了。看看，甘宁、孙策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想想，哈哈，好，选这个吧。请叫我虫阿姨，祝祝多么不好听啊，祝祝一听就是叔叔的名字。上官锦是火树，你打反了，下边的那个是张坤啊，下边的那个是火树，那个是你，对不对？张坤解说火树嘛，应该是这么两个位置。过河拆桥啊，什么副将评点啊，副将才有那个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，来出闪，反正也没有，待会儿都要亮嘛，副将才有那个幽魂嘛，来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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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，我要不要开完剑呢？话说到底怎么不翻面啊，不翻面真不开心，这个真符合我，拆太多了，拆的手牌，嘲讽他，接招吧，嘲讽他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在开着万剑，他出张闪，又是大红桃，感觉到了。无懈可击，闪！看啊，红桃来了啊！原来打灯爱是这么好玩的一件事情。哎，我是灯爱，我就翻一面，趴着屯田多好啊！闪！好吧，他这次有田了。嗯，过了。我觉得我跟邓艾的处境差不多，但是看起来好像邓艾会先死，他三血裸奔，你说他能不死吗？他不死谁死？又不亮，你妈一轮亮好吗？杀！杀！火杀！射射射！你看人家都选择后边那个小弓，哪有选择趴着那个小兽的，真是掉血，猜猜我会那谁先死，好像差不多啊，差不多一起死，对啊，他不是魏，但我觉得他也不是武，过河拆桥，你看他不是武，过河拆桥我跟邓艾已经一样了，邓艾还有个加一呀，他是贾诩，这有什么不能，你说这有什么不能亮的呢，开什么南蛮呢，想啥呢，这在贾诩，对呀、啊、你跟想啥玩意儿呢、哦、我死了再见，好吧我先死，因为贾诩够不到灯爱，居然还有队友，当然不托管了，这不科学。我当要替天。哎，这个有没有这个抱抱的玩偶啊，或者周关相关的一些周边的产品，我买几个摆家里。哈哈，我实在早了，鲁肃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！顺手牵羊。无懈可击，火攻！我要躺赢了吗？快把灯爱砸死！阿离的秀啊，在商城里边买呀，难受啊！商城里，装扮。然后你搜阿离，杀，
你看，这都是阿狸的秀。阿狸秀里边，丹宁和许褚最搞了，一个是兔子吧，一个是熊。方能一弱胜强。啊，阿狸的秀在这你就可以买的，基本上都有。老诸葛的秀是在淘宝买，还比较便宜。嗯，好像是可以一起买，就是18块钱吧，还是16块钱的，买两个，买诸葛跟月英。哟，哎呦，妈呀，鲁肃一血啦！没想到吧？关键。贾诩他另外一个吕布他也不亮，咱们搞那浩浩一轮亮，他想了半天磨磨唧唧亮了一只贾诩出来。行，我觉得鲁肃周他还是可以打的。二张没有杀吧？我猜二张没有杀。贾诩开大，贾诩开大了，有杀不就出了吗？怎么会不杀邓艾呢？一看就是穷逼没有杀，他是什么铁？桃园结义，黑铁。哎，桃园不错呀，桃园给鲁肃回一血。杀！啊？为嘛要裸奔呢？拿着杀挺好的呀。啊？他贪呗，二张贪呗，还用想吗？我没仔细看啊，当时我好像在那琢磨阿狸秀呢。没仔细看，请恕老臣直言。关键我觉得鲁肃他没有什么定盟的空间。为臣者，当冒死一见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哎呦，我想想哈，雌性这个词儿我早听过了，不过很少有人用魅力来形容我的声音的，听起来感觉还是很好的。死罪可免。这还有你开的。我操，这台词怎么想的呀？跳位了，他跳位了，魏国可以躺赢。远交进攻，这太史慈怎么了？鲁肃那么好的回合直接摸四张，他不让鲁肃摸，他怎么想的？说好的翻我呢？肯定翻鲁肃啊。翻你也能换动啊，翻你鲁肃摸四张，拿全身的装备咔嚓一换，那不都白翻了吗？仿佛心若青云之蔽月。杀。闪。不知道，这没有办法，你赶上这种队友你用啥招？冰凉寸断。这太坑了，狮子在身上还不能录。他够不到太史慈。吃我一击。妈呀，这南蛮真的是不应该开，你队友马上动，四张牌变一张牌，还不能翻，还不能动。关键你让鲁肃摸一张牌，让他动也行啊。他拿狮子随便地蒙一下，好，地蒙一下甄姬跟邓艾也可以的呀。又有魔性，又有魅力，又有磁性，又甜美，又像什么？你们天是什么？像杠铃般的清脆。杀！谁能打我？谁那天说我的？说我的声音跟杠铃一样，我听见这杠铃也没有声音啊，应该说像银铃般的清脆吧。智萌是啥呀？哑铃，哑铃有声吗？耳朵瞎了呀，耳朵聋了呀，能把那个哑铃听出声音来。其实打谁都行，鲁肃二张跟贾诩跟你们都不是一伙的，好，我觉得应该先把二张揍死，揍一血试一血啊。那周泰有什么可打的？你真信他三张不去啊？斗鱼不让露屁股，我屁股对着摄像头的，所以不能开。等到什么时候哈，这个网络政策放松了，放宽松了，让漏的时候我再开。
啊，现在都从约炮根本就不是什么潮事儿了。雷莎，现在流行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现在流行的事情是叫那个旅炮，旅行的旅，好，那个啥啊，对，这个炮，找一个人跟他一起旅行，他负担所有的消费，你负责陪睡，然后一般要求就是男，要求一帅哥1.75米以上，白领啦，或者是学生啊、研究生啊、博士啊什么的都行。泰瑞斯被坑死了，是不是？乐不思蜀，五谷丰登。啊，对，有30岁以下吗？广电现在都开始卖自己的盒子了，不是说他封各种盒子吗？就是类似小米盒子啊那种盒子，就是影响电视台的收入嘛。后来人家说广电好像自己在研发盒子，打算卖200块钱，不199的，所以他在封其他的盒子。他封其他盒子的原因是说那些盒子播放的内容，什么伤风败俗啊，有伤风化呀，有含有色情暴力及非法的那种什么反政府、反人民、反共产党的内容，以这个原因封的这些盒子，然后他自己要准备自己的盒子。啥？所以你就看吧，他都在往这条道上走。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！干啥？这是你为什么要死啊？主公，来，快走！还管埋？你别说我能躺赢，你看我们家鲁肃那身板子，顺手这周胎不屈13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话说你们还有多少人看电视？那天我妈妈来我家，然后一起吃饭，她就着急走。那天我没有直播，然后我妈着急往家走。我说妈妈你干嘛走啊，我今天没直播呀，啊，一起玩玩呗。然后我妈说我要回来看别传。我说别传有什么可看的，都在看呢，他们说还行，我看着也行。我说你看了多少集了？我也不知道多少集了，我一般就是一边干活一边看，然后那个放完也就9:30我就该睡觉了。我说就我父母那个年龄还会看看电视，还是这种就是大伙儿一起看那种，为了吐槽一起看的。一般什么就那个时候放那个《甄嬛传》什么，我妈都没看。我妈有时间她不怎么看电视，她喜欢看看论坛啊、上上网啊，就《芈月传》就宣传太多了，然后一起看，大家一起看那种。对呀。就那种人会看，那种退休的人。中老年人，或者是那种40岁、50岁吧，他还没有退休，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工作，在家里面天天闲着的那种就会看。正常人哪有时间看电视？晚上回家照顾照顾孩子，做做家务啊、然后你要愿意学习的话，你就再学习，学业务啊，为了晋级那些考试准备啊，然后就该睡觉了呀，就该跟老婆叉叉叉了呀，哪有时间看电视啊？有些剧也是不错的，不能一棒子打死中国电视剧。虽然我上一部看的电视剧是那个《使徒行者》，是 TVB 的吧，港剧我看的也少，我比较喜欢看美剧，属于那种装逼型的。我们科里边就我一个人看美剧，还有我们科里边有个大夫，她的老公喜欢看美剧，其他再没听说了。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喜欢看韩剧，国产剧他们看的也不多，女的嘛都爱看韩剧，磨磨唧唧的。哎呦，这鲁肃不赢了吗？这贾雪打不过鲁肃啊！我要躺赢了！我要抱抱！躺赢了，也不一定啊。这大师靠谱不？靠谱就能躺赢。你多久没来了呀？我一般周末都在直播的。亮剑我那时候就看了那么2集，后来就不看了。我看过芈月传呢，我看到20来集，24集吧。我看到的那个24集，芈月还没跟秦王在一起呢，太他妈磨叽了，还不在一起。然后我就撤了，我就准备看那个芈月跟秦王在一起。然后等了半天也不在一起啊，太磨叽了。那时候好像刚刚去寝宫吧，24集，然后就没再看了。刚开始还屁颠屁颠的，回家做饭，先把那个乐视嘛，先看1分半的广告，然后开始看《芈月传》，这边放《芈月传》，那边洗菜做饭，然后最后遛完狗回来看，哎，还能接上待会儿演的内容。看完了差不多也就该直播了，一天看2集，
4:30回来，然后看两集，大概就6点了。躺赢，开下局去混躺赢。我第一个死，我竟然能躺赢，这得感谢贾诩。来，躺赢啊！